好，下面一个接口网络类型。那 OSI 我支持几种接口网络类型啊？有什么？有 loopback，这是一种特殊的，对吧？点到点，broadcast，NBMA，对吧？点到多点，点到多点非广播，这是思科私有的，对不对？啊，那其他厂商没有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呢？你要研究的话呢，Tunnel 是什么类型？Tunnel 如果 Tunnel 运行 OSIO 是什么类型？然后呢，序列路又是什么类型？对吧？Shamlink 又是什么类型？对吧？啊，这个呢也可以研究一下，对吧？这种呢实际上他们都默认都属于点到点的，啊，默认都是属于点到点，啊，这个呢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啊，问题不大。那 RSS 呢，只是两种，一种就是 broadcast，一种就是点到点，一种 LAN 的话呢就是 broadcast，其他都是点到点啊，其他地方，因为点到点这种类型在建邻居，LSP 的泛红和同步。泛红和同步，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 LSDB 啊，LSDB 的容量等方面，它做得更好啊。点到点在这几个方面呢做得更好，所以说呢，你在改接口类型的时候，你只能把 broadcast 改成点到点，你是不能把点到点改成 broadcast 的，哎，只能把。broadcast 改成点到点，点到点不能改成 broadcast。哎，我演示一下给你看看啊，演示一下给你看看。那比方说，你看在我们这个 IE 这块儿，对吧？IE 这块串口 CNS router RSS，CNS router RSS，OK，以太口 CNS router RSS 或者 IP router RSS 都，因为我们 IP 地址没配呢，所以说配不了 IP router RSS，对吧？你配 IP 才行。OK，下面的话呢，我改了啊，叫做 RSS network 点到点，可以改吧？我是不是在以太口上没改的呀？对不对？回车可以改。你在串口里面 RSS network 问号，没这个命令，改不了，看懂了吧？为什么 broadcast 可以改成点到点，不能改成 broadcast？因为点到点。在建邻居表现更优秀，LSP 泛红和同步的时候表现更优秀，LSDB 容量表现更优秀，更小。所以说，哎，它可以干什么？broadcast 可以改成点到点，点到点不能改成 broadcast，不能改成 broadcast。好，那我们在 X2 里面改的话怎么改？interface G 0-1 point 还没。在这个下面打一个 point，好了吧？啊，point。好了吗？OK，那这个没问题了啊，你知道接口类型怎么改了就行了。下一个叫做 SNPA，啊，下一个叫做 SNPA，SNPA 呢叫自网附着点，啊，自网附着点，这个实际上啊没什么大用，啊，没什么大用。说白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说你这个 RSS 报文啊，到底是封装在哪个里面的？我们说过，RSS 报文前面有没有 IP 包头？没有，前面直接是一个什么二层的头部，对吧？那你这个 RSS 报文到底是封装在 HDLC 里面的，还是 PPP 里面的，还是以太真里面的，还是真东记里面的？这能听懂意思吗？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到底封装在哪个里面？我们在哪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哪看到这个东西？
你看啊，show CNS neighbor，哎呦，show，你看，这样的吧？这显示什么？你封装方式，封装 SDLC 的，或者是 PPP 的。如果是以太环境啊，显示的是对端的 MAC 地址，以太显示的是对端的 MAC 地址。如果是真踪迹环境，显示的是去往对端的 DLC 号。啊，去往对端 DLC 号，比如说我这边以太0.0 CNS ROTASS，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从以太又可以建一个邻居，你看这个是 MAC 地址呗，对不对？这个 MAC 地址是对端的，不是本端的。show interface 以太0.0，你自己本端的是不是15啊？对端的是不是16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显示的是对端的 MAC。如果是真踪迹去往对端的 DLC 号，这个没问题哈。这个实际上没什么东西，就是一个概念啊。书上面也有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呢，你如果不那个，看起来比较麻烦啊，看起来麻烦。这个其实很简单啊，你在 X2 上面呢，一样 show SS database neighbor 也是可以看到。现在没邻居，有邻居的话肯定可以看到。哎，为什么没有邻居啊？因为点到点。interface g 0.0.0.1 point 漏掉，卡杯，对吧？show iss neighbor，等一下，有了吧？这是去往对端的 MAC 地址啊，对端 MAC。show AIP，show AIP 的话呢，你看对端是 DLBD，对吧？DLBD，好。这个没什么东西啊，没什么东西。下一个叫做 circuit ID 啊，叫做电路 ID 啊。电路 ID 呢，是什么东西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东西。这个呢，就是说 ISS 它有功能，什么功能呢？它能为你这台设备上，为你这台设备上每一个运行 ISS 的接口分配一个标识号，每一个运行 ISS 的接口分配一个标识号，这个跟什么很类似呢？跟 OSFV3 里面每个接口都有一个 interface ID，OSFV3 它是为每一个接口呢都分配一个 interface ID，那我们 ISS 呢实际上也是为每个接口分配一个 ID，这个 ID 呢叫做 circuit ID。当然了，OSFV3 肯定是借鉴 ISS 的啊，ISS 先设计出来的，对不对？啊，先是 OSFV3 是后来的，才有的，后来才有。好，然后呢，它的这个 circuit ID 呢是怎么来的？是点到点链路，点到点链路计算，那就是该怎么说呢？排序这么一个排序，然后呢，以太链路另外一个排序规则啊。那点到点链路呢？是从00开始记，默认情况下只有一个字节，默认情况只有一个字节，它是从00开始记到什么？记到 FF，也就是说最多你这台设备上面支持 ISS 的点到点链路最多有256条，对吧？最多有256条。好，以太链路就 broadcast 的链路，它也是一个字节，但是呢，它是从01开始记到 FF，最多可以有255个。支持 ISS 的 broadcast 的链路，你一台设备上，一台设备上最多只有这么多。当然了，这是什么标准的？如果不够，还可以扩展啊，还可以对 circuit ID 进行扩展，扩展到四个字节也可以啊。因为我们有些网络产品，它的这个接口就比较多，对不对？你接口比较多，你最多只有256个，那肯定不够了，对吧？啊，那这种他会来，我们看一下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刚演示一下，我们说它是会为你这台设备上面运行的 ISS 的每一个接口分配一个标识号，这没问题吧？好，这个在后面有用啊，后面有用。好，那我们看一下啊，比如说我先把 R1 这个配置给清掉，全部清掉了，重新配。interface lookback 0 IP router ISS 对吧？show CNS
interface 以太零啊，不是 Loopback 零 show CNS interface Loopback 零，看一下这边是不是有 local circuit ID。为了区分 broadcast 的链路的，你到底是 broadcast 的链路的标识，还是以太链路的标识？啊，不，搞错了，是点到点链路的标识，还是 broadcast 的链路标识？它在前面点到点链路前面会加个一，这是不是第一条支持？是不是第一条？哎，loopback 零在新的 iOS 中间算作点到点链路，在老的 iOS 里面，loopback 零 old 在老的 iOS 里面算作什么呢？算作 broadcast 的链路。在新的 iOS 里面，就是我这个是新的 iOS 啊，它算作什么链路？就算作点到点链路。所以说它在标识的时候是从零零开始记的，这是第一个吧？好，那么再来第二个啊，来第二个 S1 杠零口 CNS router SS show CNS interface S1 杠零，哎，你看啊，是不是零幺啊？只看后面一个字节啊，这个是为了区分。让你区分到底是点到点链路还是 broadcast 链路的，broadcast 链路没有这个一，点到点链路有这个一，但实际上在传递的时候只传后面这个，只传后面这个一个字节，这个是不传的，这只是让我们显示的时候让您看清楚，能听懂意思吧？好，S2 杠零口 CNS router SS show CNS interface S2 杠零零二是不是第二个呀？好，这时候以太零杠零都是大，以太零杠零点十。充到到底给我十，这是第一个，二十，充到到底给我二十，第二个，五十，充到到底给我五十，第三个，三十，到底给我三十，第四个，哎，你看我这个标号啊，它并不是按照小号、大号来写的，是根据你配置命令的顺序来的。啊，show CNS interface 以太零杠零点十，这第一个吧，是不是一啊？因为16进制有个前导零省略，正常应该是零幺，它不是是不是把前面那个零给省略了？有个前导零省略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如果是零 x 零零零零零零零一，那一般写成零 x 一，这没问题吧？前面的零都可以省略掉，这没问题的啊。OK，然后 show CNS interface 以太零杠零点二零二吧。show CNS interface 以太零杠零点三零，哎，是四，对，show CNS interface 以太零杠零点五零三，就是跟你配置命令顺序有关，跟你这个接口的大小顺序这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能听懂意思吧？它会给每一个运行这个 ISS 接口都分配一个标识号，点到点链路一个 G，对吧？以太链路另外一种 G，对吧？这能听懂吗？X2 上面一样的啊，X2 上面一样，这个不需要你配，自动 show ISS interface G 零杠零杠零杠一，有没有 local circuit ID？啊，circuit number 是三，number 三，哎，怎么会是三呢？啊，这是二的零一。我来看看啊，show CNS 啊，不是 CNS，就是 ISS interface loopback 零，这是几？哎，这个 circuit number 是零零，就是零零哈，就是零零。零零的话，零零说明是从几开始记？从零开始记的，对不对？啊，那零开始记当做是什么？当做是点到点啊，点到点链路。哎，怎么会是三呢？太奇怪了。show ISS interface G 零杠零杠零杠一，应该怎么会显示三呢？circuit number 是三，我配置过，我删掉重配一次啊。ABC 叫什么来着？NET 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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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零。
interface G 0.0.0.1。show ISS interface 就是 G0.0.0.1。啊，就显示一，这刚才为什么会显示三呢？是不是因为我这个配置很多东西啊？怎么会显示三呢？太奇怪了。显示一是对的，对吧？显示一是对的，因为它这是它第一个运行的那个接口，对吧？比如说再来一个 ，interface G0.0.0.2， 10.1.15.1 router ISS ABC。Interface G0.0.0.2 Adjust Family IPS Unicast Commit Show ISS Interface G 看一下这个标识是2还是 3 3又是3我再来一个呢Interface G0.3 Adjust Family IPS Unicast 怎么显示3了太奇怪了 G0.0.0.3 这是几 5 它是135这样算的135没有0啊0那是点到点的才有0我这上面没有串口没办法看串口哎对了我这样看试试看这样试试看 interface G0.1 点到点这就应该那个了对吧 G0.2 点到点G0.3 都点到点 show ISS interface G0.1这是几？Circuit number。哎呀，这是零。然后呢，这个二它也是零，三也是零。扩展 circuit number， 点到点 circuit number， 三也是零，点到点类型。哎，这个好像不太一样哈，这好像不太一样，你记一下呗，记一下。那我们 X2 上面显示的时候，啊 ，X2 上面显示的时候，那个 broadcast 一按照1357这样来的，是不是 ？broadcast 按照1357这样来的，点到点电路呢是按照0，实际上呢0是这样的啊，就是说。点到点链路不管是 iOS 还是 XR 它用到的就是零将来我们会建立这个邻居关系在那个我们的 database 数据库中间看到这个邻居都会显示00就最后那个都会显示00就是点到点链路都会显示00 XR 呢它不一样 XR 呢会把那个 circuit number 给带上算成 line ID 那个部分后面呢我们会讲到 database 数据库的时候才能讲到这个东西但是呢点到点链路确实不管你是1234567最后用到的在数据库里面用的都是显示00啊显示都是00但是 iOS 呢它不一样它不管是哪个它都是 iOS 这边它每个都会给你个标识号对吧但是在数据库里面还是00还是0啊 database 比如说 level 1 r1.00-00 detail你看点到点邻居是不是00啊但实际上串口是什么串口我们看看串口啊串口是不是01啊因为鲁板0是不是00你串口是01对不对那你这时候建了邻居这边显示的还是00看到没那直接用到的在你数据库里面用到的串口的那个后面的 circuit ID 还是按照00来看的啊还是按照00来看的
行，这个呢是显示方面，X2 和 iOS 不一样的地方啊，X2 iOS 不一样的地方。那行了没？这个 Circuit ID 这个部分大概听懂没有？听懂了啊？那我们后面有一个，在以太链路是用 DIS 的，就是 System ID 加上 Circuit ID 当做 LAN ID 这个部分，后面再说。这个呢跟计算是有关系的啊，这个 LAN ID 这个部分是跟你计算有关系。跟你这个 SPL 算法计算是有关系的，啊，就我们后面再说。行，